他车子停在大巨的路上，那早上要去牵车的时候，发现车子被挂，那请协助调阅监视器。三号的凌晨两点半左右，有一个嫌疑人我骑着机车在车子那边来回走动，疑似有刮车辆的行为，我们后续会再继续调阅监视器，以车追人来通知这个涉嫌的大哥。就现场那个被害人车辆停放的位置是没有很明显的挡到其他出入，因为那个时间点店家已经休息了，所以详情也是需要那个涉嫌看完之后再来做决定。